太单调了。大军，是，拿香钱凑一脚。是。那恐怕我们师兄弟也要一起下场喽。看你的了，我想做拉拉队啊。不行啊，现在我们唯一的障碍是那个独眼龙，如果那个独眼龙没有特异功能而你有的话，我们就赢定了。对呀、啊，有没有办法？就这样。好，娃，一坐下就该我说话，先来个300块吧。300万，跟，跟，有胆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我让你说话。700万，我梭哈了。跟你梭哈。跟了。跟，我猜他们两个是没钱了，我这里有2000万，我想你也差不多，干脆这样，我们就外赌这把。好，就跟你赌这把，2000万。好了，就开牌。3条5怎么赢我啊？就算你暗恋我，也不用在这么多人面前亮出来吧？你这副牌应该怎么算才作数啊？你这混！好，我看你怎么赢我。哼！同花打不打得过 Full House？ 同花打得过 Full House？ 那除非你老爸变成了兔子。如果同花再加上顺子，打不打得过啊？哇，同花顺啊！我老爸不只会变成兔子，而且还跟你老妈结婚生子，所以才会生出你这个独眼龙的儿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拿到你的底牌了，不要动！我早就知道你可以变走我的底牌，所以我就把底牌换给阿星了。你变的那张是阿星的底牌，老 K。你们这两个混账王八蛋！哦，没收工就骂脏话，这次轮到你没有特异功能了啊！黑嘴狗。大军，你上哪去？我已经没有特异功能了，还留在这忍着写吗？